不是黑糖。雨妮，你先喝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测导电度。雨妮专喝水很厉害，真的是软的，甜的，甜的。真的一个礼拜可以瘦一公斤吗？还没有瘦，你可能就容易引发所谓的啊，对，中风也太严重了吧？对，我还因为喝酒跟我老公大吵架，吵到我妈出来和调解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喝很好啊。哇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又顺畅又甩人。投资理财好运势，姐姐生活的大小事，今天宝就让你现在才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杰林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喝的艺术。对，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水，但是你要怎么挑、怎么选，才能喝出健康？今天邀请到肾脏科医师洪永祥，将为我们每天喝的水把关，以及营养师宋明化，要教你喝出健康，喝出青春，水当当。而平常就保养有道的艺人朋友，到底是喝对还是喝错了呢？常常听人家讲说人是水做的，对，我们人身体有70%是水，我们的血液有83%是水，我们的肝脏啦，我们的一些器官其实大部分都是水，而且医生也说每天一定要喝2000cc到3000cc 的水。没错，那但是大家都知道啊，要多喝水才会多健康啊，所以多喝水，多喝水。但是也有人多喝水喝出不健康哦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呢？杰林，这个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水，尤其是我们在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，像我面前就有什么高山矿泉水，然后呢海洋纯净水，还有我们的竹炭水，以及我们的碱性水，这么多的水。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，这些水通通来自同一个地方，而且就跟我们冲马桶的水一模一样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赶快来看一下这则新闻。根据北市环保局抽查市售34件瓶装水，发现有12款根本只是用自来水，包括大润发 FP 纯水、家乐福超值纯水、新进纯水和地中海竹炭水都榜上有名。听到自来水，多半还是有疑虑，是业者行销太强，还是国内自来水水质差印象太深？万万没想到，部分天然瓶装水原来拢是假。我觉得现在看到检验合格4个大字，有一点就是你已经纯银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你看我们喝的这些水哦，有的因为号称不是什么高山啊、海啦、啊、高山啊，对对，还有刚刚那个地中海来的，对，所以呢，它的售价都特别贵耶。对，你就会觉得你花钱就是要喝不一样的，然后营养成分要高的。对。但是刚刚他最后的结论要跟冲马桶的水一样，这很恐怖哎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雨安，你平常的习惯是会喝那些瓶装水吗？会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，比如说在摄影棚或者都是外景，这样东跑西跑，真的。那叫我带水壶，我会带10个，我会忘记10个，所以你会忘记带回来吗？带出去从来没带回家过。对啊，然后外景人家就是买一大袋的那种瓶装水，就一人一罐这样发。我曾经有很认真的时候，觉得说好像我们喝的那个水啊，矿物质不够，我还特别订了一箱，就是那种国外进口，听说是从高山雪水哇融化下来那种瓶装水，我还订一箱，还有高级，很贵啊。可是我自己在喝，我觉得说真的，味道也没什么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家小孩抗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帮他泡牛奶的时候，因为泡牛奶要热水兑冷水，对，然后热水我就用自来水煮开嘛，对，然后冷水我想说家里没冷水，我就拿那个对国外进口的。顶级水，我就这样对着，让他可以泡牛奶，感觉会特别好喝哎，感觉很厉害啊，好喝。喝第一口就不再喝了，他说今天的捏捏味道不一样，喝得出来，喝得出来。他说还敏感，味道不一样也就算了，他说不好喝，放着就不喝。而且我发觉有些瓶装水如果没有当天喝完哦，对，隔天你再看它里面会有那个成分物，有，真的，我也觉得好可怕，我都放好几天我还喝哎，对啊。我也是喝很久才突然发觉，说有时候拿起来，怎么里面有沉淀物？我都没看哎。后来到底要看。雨妮也有喝过有。我爱喝瓶装水，是因为我们家有装那个滤净水器。对。可是我总觉得那个净水器出来的水有味道，我对味道很敏感，我可以喝得出不同的水不同的味道。像我就不太爱喝矿泉水。嗯。你说那种高级的矿泉水，粉红色包装纸的那个，我就觉得它有一股像石头的味道。嗯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的滤水器滤出来的水也有一股就是怪怪，就像金属有滤过的味道，那个石头的那个味道。我喜欢一款瓶装水，就是号称也是什么海洋深层的。嗯。相信。还有一瓶就是什么 pH值9.0的，这两款水是我觉得喝起来最好喝的水，就是甜甜，一点点一点点甘甜的味道，真的，你就
就觉得喝起来凉凉的，好像正在深层的海底的感觉。那你有喝过？它在里面可能加薄荷，我觉得凉凉的。你有喝过有状况的水吗？其实一样的水，可是我就发现，哎，我一般来说都会把它喝完。可是有的时候我儿子他看我喝，他说那你给我喝一口，我就会给他喝一口。但小孩都是喝一喝就放旁边嘛，他放旁边，然后有一天我看到，哎，喝一半放旁边，那我把它放冰箱好了。就隔天起来的时候，那哎冰箱还有半瓶水，我把它拿出来喝，就喝一口就觉得哎。怎么有味道？有就是放在冰箱也会对有一点馊掉的那个味道，然后怎么水会有那个味道？我就把它拿起来看，里面就是那种白白，而且不是那个沉淀的颗粒哦，是有点像那个是雾状还是丝状的？没有，不是，要澄清一下，因为你知道有的小朋友啊，他们这样咕噜咕噜喝水的时候，对，他就是没有完全喝，他是吐进去，对啊，尤其你刚吃完饭，你看哦，如果你马上喝那个水，有时候你这样子然后放下来，可能那个饭粒还会在里面，脏东西。或什么对，它里面可能有它的那个口水，然后里面就有那种丝状啊。丽飞刚刚也是有那个不好的经验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就是像我们出去拍戏啊，也不会带自己的水壶，不可能，所以就太方便瓶装的水啊，所以。买越好的就觉得会对身体比较好。对，那之前就是在大卖场有一款是。当然你应该知道，就是他说标榜女生运动完一定要喝的那种水，可是买回去就喝第一口就像那雪山水的味道很像，对，就很难喝。之后我就去买一个这么大的水壶，就大概是1000到2000cc，我就告诉自己说一天一定要喝1瓶到2瓶，然后是在家煮水，对，煮水过滤过之后呢会再放这个。那什么黑糖吗？不是黑糖，它其实是有点像好像陨石，对，它有点像石头，然后它其实它的功效是跟碳有点关系，就一样的，就是可以净化水，然后可以让水变得比较甜。可是我好想看一下哦。对，它不会融化吗？它不会融化。那个水是石头，它就是石头。可是那个石头上面为什么这样绿绿的？对，我现在你看好像有那个，对，它会有气泡。它这上面刷过了，刷过很干净，它是天然的。没有味道，而且摸起来非常的滑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水会比较软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水会比较软，喝起来比较好喝，然后会释放一点。洪医师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看一眼这个石头，这个刚刚上面好像有绿藻。看过了哈，如果他刚跟你介绍，因为这种东西真的蛮多，在日本啊，在那个德国都蛮多这一类的东西哈。那如果他跟你讲跟碳类似，有除臭。除色那种，那大概就是活性炭。活性炭它是利用那个它里面很多很多很微小的孔径，那里面就会有它有一些极性，可以把一些阳离子、阴离子给吸到那个里面去。它里面我不知道，它里面是这一类的，应该都是很轻，很轻。那日本还有一种叫富氢水，它是里面会产生一个氧化还原，那把一些那个氢离子还原出来，我们喝下就好像喝到。还原碱性水那一类的哈，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东西，你要想，它到底是什么成分？当然最好是问清楚啦。我想它这个一定是一个天然的矿物质，那矿物质里面有颜色，这有一些天然的重金属。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。不止重金属，看起来好像有绿藻在上面。可是你喝了这个水的味道，你确实有不一样吗？确，我觉得比较软啊，我可以喝，就没有那么硬。你可这个是硬水跟软水，这事实上是可以测它的导电度啦，可以测它的导电度。比如说硬水哈，你比如你弄之前给它先测个导电度，然后碗之后你再给它测一下导电度，看有没有下降。雨宁，你先喝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测导电度。哪有这样，主持人？喝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们口感，你觉得？因为雨妮说她喝水很厉害，真的是软的，它是甜的。哎，有那个没有放石头的原味水吗？可是这原本是什么水？普通就是杯水，一般的水。对，那它比那个杯水好喝多了。请问一下营养师哦，因为我们知道水这一块它的商机很大，竞争很大，所以很多商人就强调说，我跟人家不一样，我里面有加一些对人身体有用的物质等等，但是。经过检测以后，竟然有这么多都是自来水混冲的，好过分！那这样的混冲的水喝久了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伤害？其实水本身绝对是我们身体需要的，是不可或缺的。但是如果你挑错瓶装水的话，有可能会喝出肠胃炎。肠胃炎，因为其实就像宪哥讲的，其实瓶装水的算是市场非常大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喝嘛。对。所以其实像在去年全球总共统计了这个瓶装水的一个量，大概有1亿5000
万吨的一个瓶装水，把这些水全部倒进水库，大概可以装三个澄清湖的这个水库的量。对，但是其实像刚刚 VCR 有讲到说，有些不孝的业者他可能用自来水，对，自来水就混装。如果以台湾这样一瓶矿泉水或瓶装水，一般的价格大概都18-25块左右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全部是用自来水来装的话，它基本上成本不到1块钱。像之前我们台湾自己就有检验出来说，瓶装水里面含有大肠杆菌，那当然就容易诱发所谓的急性肠胃炎。国外他们有做过调查，发现瓶装水或矿泉水里面甚至有一些杀虫剂，还有农药的一个杀虫剂。怎么会？也太过分了。其实之前在法国他们有做过调查，发现说有他们调查了47种，不论是瓶装水或矿泉水，发现有10种含有这些就是危害的一些成分，其中甚至有一些包括我刚刚讲的杀虫剂啊，或者是农药，甚至有一些就是治疗乳腺癌的一些药物的成分，叫做他莫西芬，这些对我们身体也有一些影响，还有一些包括血管扩张剂啊，甚至我刚刚讲的一些杀虫剂的成分都在水里面呢。什么都有啊，为什么会加在里面？就是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管路的一些就是污染等等，当然可能源头不见得是源头，可能是它制作的过程中，或者是瓶子本身的一些残留，都有可能会借由我们喝这些瓶装水、矿泉水喝到肚子里。其实瓶装水我觉得算是备而不用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平常其实尽量就还是自己的水杯，然后去装水。那如果比如说你真的像宇安讲的，真的出外景在外面的时候，我们才是偶尔喝瓶装水，平常我们还是自己用一些饮水机啊，或者是煮开的水会比较安心。是，那请问一下洪医师哦，除了刚刚点到的这个水的水质被污染以外，其实它外面的那个容器啊，听说问题也不少。其实大家在讲，它就是一个塑胶做的东西。好，那大概有三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，一个叫重金属。他讲，塑胶哪来的重金属？都觉得很奇怪。好，有一种金属。没有，有一种叫 T， 好，就金，一个金在一个地底的那个叫 T。T 是什么东西？他们在做这些塑胶瓶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有一个催化剂，他都会把它放在这里面。所以他们发现了，放了几个月之后，这个 T 有时候会慢慢溶解出来。那 T 就是一个重金属。那 T 的毒性其实轻微的话，大概有一点点头晕，心情会比较郁闷一些些。那如果说吃的比较多，有一些什么接触性皮肤炎啊，那更严重会心脏、肝脏，甚至有国外如果说比较大量，有一些死亡的风险。这是元素重金属，大概是这个 T。那有两个我们比较担心的，大家其实都蛮清楚的，一个叫塑化剂。对，那塑化剂我们讲就是一个叫环境荷尔蒙。那环境荷尔蒙在这些里面，他们意大利做过一个研究，到底放了多久会有塑化剂溶出来？他们讲在常温底下，大概你放个2个月是还好，可是他们给它升高到40度C，他们就发现40度C的时候，那个塑化剂在10天就溶解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是温度。那我们的那个，比如说它保特瓶，这叫 PET， 它你看有一个三角形，然后下面写1号。那个叫 PET， 那个塑化剂事实上它是要把它的延展性啊那些比较韧性给它拉长。好，那 PET 它事实上它比较好处是它的双酚 A 会比较少。我们除了我们刚刚讲出的塑化剂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双酚 A。对。但是如果是那种有一个三角形7号的，那叫 PC。好，那个大概它的那个双酚 A 就会比较多。那我先讲这两个毒性，这两个其实都是很类似，都叫环境荷尔蒙。对。我们吃多了塑化剂，大概小男孩就是会发育成像小女孩，就是它就是一个雌激素类的东西，那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精虫减少，然后不孕症。那妈妈吃到了，可能就是你怀的明明是一个小男孩，生出来的可能就会它会有一些畸胎，生出来那个性器官可能就会有一些异常。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环境。那我们讲双酚A 其实跟我们的一些它是一个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，就会造成一些肥胖、糖尿病，甚至有些心血管疾病也跟它相关。那刚刚讲到那个水质的问题，国内有一个溶肿的医师，他是全世界开乳癌最多的，他开了6000例的乳癌。然后他在台湾的乳癌的病患，他有一个报告，在水的下游是比较多的病患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上游都有农药，所以如果我们喝里面的水，它是自来水的话。比如说你台中上面有水库啊，德基水库啊，那全部都已经优氧，那全部都是那些离山的一些重离子的那些肥料啦，那些农药等等，所以会造成很多女孩子的囤积在乳房、乳腺癌、乳癌等等。那到底你喝的水
安全吗？我们请洪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检测。好，洪医师，我们要检测水安不安全，要怎么检测？你来教我们。其实检测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个导电度。好，那导电度可以买到那个导电度计。那什么叫导电度？我们一般的水叫 H2O， 只是纯水。对。可是里面如果有杂质的话，比如有带阳电荷的杂质啊，钠、钾、钙、镁，它就会带阳电荷。那有一些硝酸盐、碳酸盐、什么硫酸盐，那就带阴电荷。那所以假设它的导电度越强，就代表它的杂质越多。这一罐就是我们从那个瓶装水倒出来，号称是纯水的哈。那这个是我们把那个纯水好给它打开来，然后放在一般的那个室温底下一天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把它啊，我们来测试温度有没有关系，就放在那个车子会比较温度比较高一点点。这三瓶哈水质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哈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纯水，我们号称纯水。纯水照理说，如果纯水应该是趋近于零啊，趋近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测试来，哎，真的是趋近零。像很多的那种 RO 水有没有？像南部的水很硬，他们的水质就会出现非常高哈，可能大概300-400。那台北翡翠水库的水大概是80-100左右哈，台北翡翠水库已经算是最软的哈。那第二瓶我们把它打开来看哈，第二瓶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在常温底下放了一天的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改变？同样一瓶哦，但是放一天而已，我们看里面会有没有杂质哈。那我们就给它测试，一天就会改变吗？一天测试一下，我们就看一下哈。哎。好，出现72，好，这不是重金属跑出来哈，这个绝对是空气里面哈有一些细菌，应该细菌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发酵，这个是这个是有对嘴喝过的水，这个有对嘴喝过，那就会对嘴喝过，其实大概半天就要赶快给它喝完。如果说我们讲说，哎，那种没有接触到，只是接触到空气的细菌，一般大概放个两天左右，然后我们就给它加热，就是在车子里面放了一天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果哈，好。车子里放一罐，你喝的健康柠檬水，隐藏恐怖危机。一进去西餐厅牛排餐厅，waiter 就拿了一瓶柠檬水，里面还有一片柠檬给你倒进去，里面的水跟很多我们那个。很类似，里面有很高的大肠杆菌。